我娘喵啥笑啦！我们呢？好了，我要了。太多了吧？各种多大图？没有。有平行跟长弓。在我们这里。天命拳。这个圆圆的这个，要躲他们啊！他们是也是大胖、啊。哎呦，对面在打我，桥在打我。他们在桥底下，他们被打了。底下还有小店。底下应该是开锁他们吧？他们刚不是下来往这边走？知道，反正在房子里。大胖狗狗跟新碗还是 KSP， 也是黄色的。KSP， 跳过来。他们进这个房间。他们楼下。狗。狗开道。这边两只狗大胖，他们往左边走，他们可能会出去。没有吧？我猜他们想爬上来，有可能哦。对面在打我，你那边不能开门，你那边开门会被对面抽。啊！先想一下怎么进圈的。开洞吗？丢雷哦。嗯。他们被。是我的火。是我的雷。他们被对面的打了。那台车子的前面是圈内。他们好像在想要怎么进呢、欸？他们会直接推吗？会吧，他可能想盖发波、啊。你站那么前面，你要小心一点、欸。把他们雷用比较发波，都残血，都残血。这我的火，这我的火。
你加一下。惨了惨了，剩一个，剩一只剩一只，哎、欸，下来打下来打，拉我拉我，有热能盾吗？要先丢，没有，直接出去掉电，直接出去掉电，直接出去掉电，走走走，好好好，啊、很多，来到这 FSG 楼下有人，这是一波防区的团战，上面是贝贝他们呢、哦。高低交叉这个枪线，对方呢在一楼第一时间没有泡泡也不好推哦，因为阵容上面是巡血犬加亡灵，跟恶灵加上星碗，是这边还在互找破口啦。那这边剩50秒了，这边究竟他们有没有选择要打呢？还是靠着 solo 的传送门先进圈呢？这边我觉得如果是打成这么被动，应该是 FSG 这边应该是以先进圈为主。哦，这边没有哦，这边直接要打了吗？贝贝，两颗电舞星出手，加上三颗，好、哦，这边刚好都失误了。哦，叫了护盾，信号推吗？那这个吕乐丢的位置非常好哦，侧边教练这一波教科书等级的吕乐啊，但是队友被军配给压掉了，两边做到了一换一哦。没关系，这边直接救起来。那感觉是要 reset 一波了，你拉你的，我拉我的，但 solo 的甲 solo 起量不够，对方有可能趁胜追击推上来。教练这边这一波楼梯锁烂的对手，在空中跳下来再打一波，最后的这个直布罗托应该也是要被教练带走了，跟 solo 一起打赢了这一波团战。哇！我这一次圈，我这一次圈，我这一次圈。可以啊。啊，我们房前面房子就有人哦。啊，知道知道知道，都没舔到包。没事没事。他们是摆地耶，干！上面爆甲，左边那只 HED，HED， 大胖也爆甲，剩一个，大胖，等我拉一个小电，一个小电就好。你们等，我举了盾，然后死光。前面有甲，直接去拿。好好好。有人来了，那是右上那只，这只机器人，孤狼，一个人的吗？他死了，他被抓了，他孤狼。小心我们对面的哦。看右边的。好。右边满编，他在看你哦 ，solo。右边我们另外车现在在看你。哎、欸，另外车辆开的。开个门，我开个门，好，拉个位置。这边蹲着不会被打，对面的在这个车子这里。好，我们换位置了，爆甲。死了。还有轻骑吗？往前走到他们底下，我没有子弹。今晚要爆甲了。你拉。狗要爆甲了，还有小电吗？哥，这里，走得到他们底下吗？我刚刚有被打五十几滴，他在补甲。屋顶上那一只，他在补电，慢一点。他爆甲，。慢一点 ，nice。哦，哇操！操妈的！太爽了！太爽了啦！斜卡被我拿到 R99。被我拿到三零一，干！我前面都没拿够，击败。这是谁啊？我没看到名字。
对，嘉伟他们干他，阿舅舅不可能，不然他阿舅舅是不可能输的、啊。干，手都抖了。看起来是子弹打完了，要换你一把枪再来，再战十年。哇，那你可以看到教练也是没有子弹的状况，等一下是直接近身打落魄教练，直接推到脸上了。哦，掉的血量并不多，还有机会打、哦。这他手的一罐，信这边奖杯打爆了，敖犬一发两发三发，把信给打掉。 再遇到23颗子弹，阿舅舅，然后这边看到嘉伟在屋顶有看到吗？没有，先锁了一关车脑 A B 这边也倒了，教练，这是你最骄傲的一天，再打掉了嘉伟的甲，但是嘉伟这边有拉一颗大电起来，下来嘉伟这边有接一打一吗？到了车脑 E B A 吗？喷掉对方的甲，但是可惜没带走人哦，再一次，哎呀，没有子弹了，可惜了，教练，教练最后一打三，教练呐、啊，冠贤教练成功的打赢了这个残局。 那一波主动的往前推进，直接压到了信的侧脑，对方完全没有发现。哇，这个 timing 掌握的非常好啊！哇，我只能说信这边漏了，教练。嗯，哇，那个关键漏掉，这个侧脑，然后被锁了110，然后整体的血线直接往下掉，我觉得这边是亏打。太猛了，这个教练这一波打得好，向他敬礼，打得好，教练，这个鬼推啊！ 50颗子弹的阿舅舅以为要没戏了，被卡在侧面，以为没料了。对，但是几次进场，他都抓到机会哦。对，说到几次进场，就是还有在上一波打贝贝，他知道这个 bubble 就是信号，所以老早就拿了这个娱乐剂准备迎接这个 bubble fight 的细节也是，就对方丢泡泡的时候呢，你在里面先塞雷，刚那一波进来，对方直接被烫烂。对，真打得很漂亮哦。哇，不愧是人称教练的这个冠贤啊。是，那。 这应该也是，其实这个也蛮特别的，就是这应该也是少数 FSG 有3个人一起走到后期的一局就赢下来了。哦，对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常常都是剩下 solo 一个人，就人如其名，真的 solo。我们马上先来看一下这一场结束之后的一个分数，本局对战成绩。哦哟 ，FSG 这一把扬眉吐气，23分，这是今天最高的单场 积分了吧？我们来看到是11个人头击杀，看到的是本局的 MVP 哦，哎呦，高雄全智龙啊，包办了，今天这个表现真的是够亮眼的、啊，还是干脆韩国那个改名叫做韩国吴冠贤好了，太强啦！这一把1688的伤害，然后6个人头，而且重点是什么？2波都是很关键的。 我觉得最厉害的应该还是打出1688的伤害，我觉得好吉利，<笑>一路发发、啊，真的，一路发发啊，真的，哇！阿信也助攻了一波，<笑><是>那个声音拉上去，有时候那个音效真的是会来不及反应哦、喔。对，而且他走的位置是死角，很快速，就他是砰砰摸一下就超就超级跳上来了。是，那看到最后，哎，果然总积分公布了，这边是由 AB Like Cheese 以65分大于56，成为了这一次。冬季邀请赛的总冠军。